你们是要杀害某家？原来是各位官爷，你们弄错了吧？错不了，单仆营抓的就是你。 嬴驷，你还认识我呀？手下败将，想当年你向我求饶，发誓不再作恶，我才饶了你的性命。哼，无耻之徒，还敢前来受死！大胆刁民！你忘了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这个鹰爪门的武林败类，竟然公报私仇，大清朝难道没王法了吗？ 我可不是来报私仇的，我是奉直隶总督荣禄大人之命来办公事的。谭大人不是已经被你们给抓了吗？还有什么公事？谭嗣同是叛党，自然要抓。你姓王明武，乃是叛党的帮凶。 整天背着把大刀在京城里招摇撞骗，也该伏法了吧？笑话！难道朝廷是你们家的？想抓我，把朝廷的文书拿来。你也配？谭嗣同好歹还有个官职，砍他的脑袋当然要等老佛爷降旨。哼，你王武本来就是个江湖流寇。 今日本官要先斩后奏了，动手！ 听好了，嬴驷乃卑鄙小人，公报私仇，你们不知原委，成其帮凶，大错特错。听我王武一声劝，赶紧给我滚开，否则的话，我这大刀无眼砍了你们的脑袋。诸位兄弟，此乃朝廷要犯。 荣禄大人早有密令，诛杀大刀王武者，官升三级，赏黄金十两。 什么人？竟敢妨碍朝廷捉拿侵犯！你暗器伤人，算什么英雄？有能耐自己下来！嬴驷老贼，我剁了你！慢着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不可恋战。你先走，我断后。多谢了，走。那儿跑！ 别追了，四爷。本想趁乱杀了王武报仇雪恨，没想到半路拉出个程咬金来。